是新中国十周年生日，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和70万人的游行大会，庆祝国庆十周年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来宾参加了庆祝活动。受阅部队由15个徒步方队、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，整个阅兵历时58分钟。阅兵和游行活动展示了10年建设的光辉成就。